chat room 嘅問題，我哋答先啦嚇。好，我哋佢就想問883啊，即係中海入啦，短期有冇機會翻去10蚊以下嘅水平咧？佢話佢就好想入貨，咁啊等係啦，想回落買嘅咁樣。sorry 啊，883，睇先。係啦。10蚊以下。係啦，佢想10蚊以下，就係一個佢買入嘅目標水平嚟嘅咁樣。呢個水平嚟講，睇下最近如果睇翻個走勢就啱啱，其實十蚊就上次突破咗嗰個上升嗰個阻力位咧，就造成近期嗰升勢。你話要落翻去咧，油價呢樣嘢就真係好難估計嘅。咁但係你睇翻，如果成個最大啲經濟嘅需求國啦，譬如中國、美國嘅經濟情況啦，如果假設佢哋個經濟都係繼續係，譬如美國可以轉弱，中國就繼續放緩啦嘅話咧，其實油價都有可能咧，再跟睇翻油組個供應問題咧，其實都有機會咧係下跌嘅。咁但係都唔好忘記我頭先提過啦，因為你進開始咧係去到冬季啦，咁所以我哋能源個需求會增加，咁所以你話要好急、好短時間內可以達到去10蚊樓下咧，其實可能會掙扎翻，可能一兩禮拜先，咁可能點一掂又打翻上嚟嘅。咁否則嘅話咧，其實有機，我即係咁可以咁答你，有機會，但係咧機會可能好瞬間即逝。如果你真係好想入貨嘅話咧，你想目標價10蚊嘅話，你可以定可能10.2樓下咯，即係走賺少少空間，俾多空間少少自己咯，吸納咯，然後再即係慢慢分批咁入咯，10.2樓下。嗯，好啊。